刚刚呢，我们有介绍过啊，在日本近几年有非常非常多火红的一些偶像型主题的作品，《Love Life》呢，绝对是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作品之一。在学跟偶像这一块，我们看着一群小女生从一般的学生，努力的成为在舞台上面发光发热的偶像。那接下来的第六组，日花呢，她要带来的作品。也是 Love Live， Love Live 里面的成员很多，那其中有一位，也很有人气啦，有点傲娇，非常擅长钢琴，后来开始帮 Muse 作曲，那西木野真姬的这个角色，在作品当中其实也很早就登场了，那到底他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诠释这个角色呢？现场的朋友，让我们继续以热情的掌声欢迎第六组的参赛选手日花带来的表演。掌声是来自日花的一个表演。来，我们往前站一步，跟大家来做个自我介绍，好不好？已经开了，来。大家好，我叫日花，然后是新的 coser。哦，新的 coser， 所以您刚开始接触 cosplay？ 之前有，可是之后。就是过几年，然后现在才开始正式要出。哦，
您今天呢，为什么会选择了 Marky 这个角色来作为您今天演出的一个内容，主要的诠释角色呢？因为我喜欢跳舞，是因为看了《乐福》，然后很喜欢甄姬这个角色。他在什么样的地方最吸引您呢？红头发，然后红头发，又是小大小姐。哦。然后就是有点傲娇，就是性格上面也吸引。对，就是我一样有点跟他一样不太会表达，就是不太敢讲出来。哦，所以连结性已经跟这个角色产生了一点共鸣。所以您觉得您喜欢这个角色，那为什么会是这首歌曲跟这套服装呢？因为要报名的时候，我就去查，就是甄姬的一些舞步，然后就看到有，其实这首歌是另外两位角色舞的，可是他们就是穿了这套舞娘的衣服在跳，然后就觉得很漂亮，就是跟甄姬也蛮适合的。所以觉得我喜欢的角色跟我有共鸣的角色并不会输给其他的角色，我要用他的这个角色来诠释这个舞蹈。所以你本身是学跳舞的吗？学跳舞的吗？你本身不是，就是兴趣，跟着练这样。跟着练，所以你花了很多时间练这个舞吗？这个舞其实蛮难的，但是它是一个森巴的一个舞蹈，那森巴的舞蹈其实有非常多肢体的一些扭动跟步伐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你花了很多时间吗？大概一个礼拜吧。一个礼拜就可以跳成这样子。就是还有修改一些动作，把它变得比较丰富一点。丰富一点，所以真的非常非常的厉害。那我想也祝福你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成绩了。谢谢。好，谢谢现场朋友，我们掌声，这是第六组的参赛选手日花带来的演出，谢谢。其实真的是一个很优秀的作品啊，我也非常推荐大家去看一看。那因为有动画版，所以要认识这个作品很方便。